你把那唠唠给抖出来。哎呀，下一回我接你。又出来了，快快！大家好，我是曹操。早晨早上起来收拾好了，送你两个妞上幼儿园，终于开学了，迎了新的一个学期，加油啊妞啊！嗯，加油！有新的新生了，欧耶！啊，有新生了是吧？嗯，恁俩换座位了，妞走。走吧，妞儿。走，出发，可以。两个孩子两大包，包动老板，不如跑两趟吧，跑两趟吧。哎呀，也当爹的担当都是厉害。爸，走。大力士，来个热情的拥抱。哎呦，妈妈，你忙着。哎呀，抱不起来。你们哪个岗位的？来，看一眼，抱一个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吧，抱一个。嗯。有，给姥姥拜拜。嗯，下来下来。有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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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不是了，你把姥姥，你把那姥姥给抖出来。哎呀，下一会儿我接你。下一会儿姥姥接你，听没？不是说好了不哭了，不哭了还？在哪？在你房间了，休息房忙没啊？妈妈，你也溜溜的呀？妈不溜了哈，夫人。又出来了，快快快！喜，高兴，这话，姥姥高兴。喜，姥姥都不高兴了。下月的姥姥也是高兴，知道吗？来，快快来，你看啊。慢慢点，慢慢说。快快快！你这儿不开心，姥姥都不开心了啊。开心开心。嗯，好久啊。吃吧，走。开心。走吧，走吧，来，走走，我坐你嘛。不要，不要，你是一边的吧？啊，真棒，来，啊，走走，起来走。啊，好了，拜拜。你还掉泪了？高兴，不能哭啊！师傅，等会儿呢。看，你看，咱上月了，我等着你坐在月份就提醒了，把这个拿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走，好好休息啊。爷爷，拜拜。爷爷，十年后再给你，再给你玩哈。十年后。是甜。是甜。我是。走吧。我给咱把东西拿回，都哭了的，这不是妹妹了。啊，俩星期，俩星期，俩星期的回来，没有俩星期的回来。那等我们回来之后，小雨可能就来节目了，他推了他快，推推推，是不是？小雨，小雨回放了，来干。慢点点啊！啊，这么点儿，哎，他洗衣服也拿回来了。这地方啊，我妈真棒啊你！哎，到后来给他唠唠，教个好厨艺哈。是吗？嗯。上去，看洗衣服来都是这个阳光阳光的小孩儿。你看，是吧？不一样。嘿嘿嘿。我往你上去吧。啊哈，你俩好兄弟哈。嗯。开心棒一回哈。嗯。拿好兄弟的俩行吗？行。那雪月你唠唠了快哈。是吧？那雪月咱们高一，你俩唠唠了去。慢点啊，把你自己东西放好哈。你放心吧你。你摆在这好像喝不喝？俺不喝谁喝？你也没我铺的快了。大妮儿的铺完了。光二妮儿还没铺完。哎，啥时候铺三妮儿的？三妮儿，你回家都随时可以铺。这一会儿热的都黑了。我的妈呀，还在准备收回包里。走，好嘞，整齐吧。我洗一些玩具，留着睡觉了。啊，你也轻微吧。虽然也当爸爸了，老是嘴上不说吧，但是心里边老挂念还得。你看他这又哭来了。小爱。啊。又掉泪了，我看你。看不见了，没事。走吧。走走走。可能父爱都是这个样，从来不吭声。但是心情也怪坚强的。刚才你来拜寿拜拜的时候，他还给你跪下拜拜。你转身的瞬间，我看见了，他立马哭了，都被你看见。
哎呀，快点啊！